你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全能的上帝阿爸父神，我们何等的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的同在，需要你听我们的祷告。忧虑是儿女们最容易犯的罪，我们容易陷在罪的试探中。你说不要为一天忧虑，要把重担卸给你，但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有不足的地方，愿你开阔我们的境界，用你的话语来教示我们，用你的双手来扶持我们。疲乏的你是力量，软弱的你添力量，让我们都能重新得力，再次如鹰展翅上腾。是的，阿爸父神，我们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只要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所要的都告诉你，你将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赐下出乎意外的平安给我们。阿爸父神，谢谢你在我们多忧多疑的时候安慰我们，使我们欢乐。谢谢父神听我们的祷告，与我们同在。今日你要再次透过冲宣传道的口来传讲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学习你更多的真理跟智慧。父神，我们要将你常常摆在我们面前，听你、看你、想你，我们就要越来越像你，也求你修剪我们，更新我们，让我们渐渐有你柔和和谦卑的样式。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一切，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圣尊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念最大的诫命，一起来念哈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限制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念圣经经节哈。经节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5-3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好，第25节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生命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26节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甚哉，神丰盛的智慧人之事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动机何其难寻。27节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29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光一朵呢。你们这小气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土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重视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附送一下我们的第26节哈。这是今天那个我们抽选传道要讲的一个那个圣经节哈，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。
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。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圣哉，神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忠心何其难寻。好，那我们请那个聪轩传道，那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不要忧虑。